你刚中间一度有点头晕晕的、哦。这个球打在中左外方向，不过中外手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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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要车祸哦！哇哇！可是真的球场很吵了。对，哦、看我，看我，以我为准，啊、中央为准。耿棒唇语读的不错。其他更激烈的我就读不出来了、哦。我先喊的、哦。球打得不是很强，可是这个滚动三垒手接到之后呢，要传一垒，奥斗，哇，那但是已经用光挑战了，现在要冲出来抗议、嗯。但是裁判是可以看他的比赛后段啊，如果很接近，是接不接受、哦、但是你看这个又是因为是第三个出局数、嗯，那现在呢，裁判这边开会是，如果他们接受的话，是会再去做重播的确认的、啊、哈。哦、那只是因为你接受的话用光了，但你现在接受，那恐怕统一这边也会很有意见、嗯、哦。不过这不是第一次啊，好，那已经很多人呢、啊、都一定会引起纷争了、啊，那就看裁判开会的结果。这个最怕这种最接近的时候，要看哦。好，主审认定说他们决定用主审的裁量权力。要来看重播辅助来决定结果。这个每一场比赛都跟胜败有关。是。哎呦，这要怎么看？这好像当时林立的那一球，都是一半一半了。好了，那个就让裁判判吧。哦，这好像不一定哦。哦。但是统一这边呢，球员是很有蛮有把握的、嗯，因为这真的就已经50-50了。对。哦，那最后这两队反正打起来一定要这么刺激就对了。哇，感觉好像脚在完全踏下去之前，嘿嘿，哦，说以后这个跑垒是不是跨步还不能抬太高？以后要变成滑步的方式跑垒，蛮快就有一个结果。好了，那看起来这可能就不会更改了，看得比较快啊，所以是 out 哦。那比赛结束，在最终呢，哦，这品种还是脱帽，这品种也还是很有戏啊哈。